大哥，你有想过要离婚吗？哦，不能讲呀。想也不能讲。不是。我别告。没了。哎，那你有想要结婚吗？呸！再结婚。我不希望我们一开始搭档，你就对我讲这么难听的话。这会很难听吗？对啊。结婚很好啊，你在空虚寂寞的时候会有人陪伴你。对不对？晚上睡觉睡一睡，你被子踢掉以后，还有人帮你盖被，哦，或者说你有一些什么需求的时候，他也会迎合你。哦，什么需求？你刚刚说什么？空虚寂寞冷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可以陪伴你。然后你说半夜冷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帮你盖被啊。七月半的时候也会有人帮你盖被哦。哎呀。那你说需求，我就暂且不回答你了哈。所以呢，观众朋友们，你是结婚一辈子很恩爱一辈子呢，还是结婚哦无时无刻都想离婚呢？今晚开战吧，让你永远选对边。今晚开战吧，让你总是被称赞。新形态互动式综艺节目，快快来订阅，按下小铃铛哦。小铃铛哦。